就能再去，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子可以成型，还算蛮幸运的吗？对啊，还蛮幸运的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想，这到底能不能够成型？结果他说，三月一号到五月底还可以。我说，还好。啊，所以都能够成型，其实是蛮好的。去年就说有要开放，就是大陆旅游，所以我就有就是问一下旅行团。然后想说跟着这次放假，然后去大陆旅游，对，觉得很荣幸可以，好像这是第一批吧，对，然后开放。一月中旬的时候又宣布说取消那个组团，会不会担心说去不了？其实那个旅行社这边都有就是沟通了一下，都蛮稳定的，都有持续在那个联络，对，我们是蛮放心的。